各位我听堂的台湾人民，各位我是最尊重最尊敬的桃园市民，我今天准备开着我的战车继续去呛仇警凶。在呛苏贞昌之前，我来先感谢我们朱学恒朱大德提供的新的大喇叭，让台湾人民更有力量。感谢朱学恒提供的大喇叭，让我们中立战神更有力量。谢谢朱学恒大德站在台湾人民第一线，跟我们一起加油努力。感谢老板，谢谢。